手放膝盖比较不会跌倒，赶快跟啊，不要搞笑了好不好？好，对，手放膝盖。张玉杰，快点，你落后了，赶快跟上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摔成一团，站起来，赶快跟上，跟好，跟好。跟好，跟好。好，再来一次哦。再跟一次，张玉杰，再跟一次。一样转弯要蹲低，好不好？好，出发。来，一样。哎，跟着红衣服的姐姐啊。站前面，另外脚抬起来哦。张玉杰，两只脚都要抬起来哦，两只脚都抬起来。你跟好，你不要超车。两只脚都抬起来。前面哦。好，手放膝盖。哎哎哎，转弯，赶快转过去。啊，转到了，转到了。好，朋友们，结束。李承瑞，手放膝盖，等一下手放膝盖。哎哎哎，好，去摸。好，大眼睛。看教练。好，等一下啊，一样。如果你要练习的小朋友，记得护具安全带起来。哦，然后如果你要练外面的小朋友，尽量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有，等一下有人在上课，我们先不要过去那边。哦，走两旁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今天上课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来，下课。谢谢教练，教练再见。拜拜，教练。先去休息。张玉杰，停。印象啊，那个是谁啊？先去休息。你要出去是不是？